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好久没说《封神演义》了，有朋友提到说《封神演义》在第三章的时候，《封神演义》第三章，苏护抗拒这个纣王的伐兵。那后来重黑虎呢？重黑虎是这个北侯王的这个弟弟嘛？重黑虎是后来是被封为山神的，就五个山神当中的一个。重黑虎实际是他出现的角色，就是你可以叫大义灭亲。他对他哥哥的残暴，对他哥哥的生命品质是不接受的。其实在《西游记》里面你会看到生命的善恶决定作用，而利益的一切，恶就是利益的一切，基本都是被唾弃的啊，被唾弃，基本都是真正善的基本都是取决于生命的正的一面，善的一面啊，真正正。所以上至王侯，下至普通的人，下至普通，他描写的概念是这样。你用重黑虎说大义灭亲这个词儿其实不好听，这个词儿是不对的。在我个人眼睛里，重黑虎它代表了一种，它有生命的一种更高的认识，它认识在人的这一层面，肉体的这一层面的因果关系。也正是这样，重黑虎自己有一些现在叫特异功能，那后来他称为应该是北岳的山神。但他的哥哥呢，就是一个酒色之徒，贪婪的酒色之徒，所以没有任何特别的本事，没有任何特别的本事。那在这个在他讨伐苏护的时候，苏护不干了吗？苏护就骂这个纣王是个昏官，是个贪官，是个昏官，为什么还要把我女儿？你宫里头有这么多女人。他说宫里头大概有3000多个，你还要我女儿，你简直是哈误国误民。那是挺有趣的。所以《封神演义》里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纣王有3000多个女人，当他再多要这一个的时候就坏了，那3000多个都坏不了他，多要的这个坏了。多要这个女人坏了。所以这个其实里头有这故事，在此之前那些女人的存在是天地间有着她的道义在，而这最后这个女人出现是跟女娲挂钩，她侮辱了女娲，她的恶念出现的，她的恶念，她的念头，她的贪婪贪欲之阴邪之心用在了女娲身上，她等于是玷污了神，侮辱了神，反映到而他人的环境中反映人这是一种色欲贪欲淫的，所以才这个只有这个女人能毁他。也不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就是说当他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，那再碰女人就毁了他了。所以里头什么意思？人对神的侮辱是最大的罪孽。其实5G就有这东西，5G 跟 AI 就是包含着这因素。结果今年2019年要出来 5G AI， 和这个编辑基因都是对神的侮辱，整体对神的侮辱，它来自于人所谓人的创造，人自身的创造开始创造生命取代人，所以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今天呢很多人看不懂，我觉得就看不懂。但是当反过来我们知道，如果5G出现，就是现在的闹得凶的 5G 的出现，跟共产党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是大规模屠杀人类，没有人去讨论这个问题呢。为什么没有人讨论这问题？人都在站在利益上去看待，太多人不能站在生命角度看到共产党的邪恶。
所以在利益上算计的时候，他还想算计共产党占便宜呢，他觉得比共产党本事大，不是那马的事儿。所以如果单纯从这点上说，2019也是在劫难逃的。而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，习近平担忧出现不稳，这几乎是所有媒体都在讨论这问题，挺奇怪的。华尔街日报、法新社、美联社、路透社，这都是大媒体，纽约时报都在讨论，这是德国之声的。与美国的贸易战，过量的债务遏制了中国的经济，失业、社会动荡害怕剧增，党内出现对习近平大权集于一身的不满，这是现在正在开会的现实状况。其实更麻烦的是，习近平没有任何功绩，没有任何功绩在人大开会时拿出来。中国制造2025干脆不敢提了，因为怕人给打死。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也没听见声吧？我就没听见开会里提这句话。一带一路屡遭磨难，所以这是他习近平修改宪法一年之纪念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在开会前借助了华为向整个美加地区开动了司法战争、法律战争啊，强势的法律战争来烘托，只能营造一种怎么说呢，对抗美国人，对抗这是不公平的对待，来爱国主义来充实他在两会中做交代。国内现在新闻是这样的新闻，两会跟华为的这种司法举措，大规模的司法举措。那对华为这么拼命做，其实在我眼睛里有着它背后另外生命的含义，是摧毁人的。你现在看起来5G是摧毁人的，摧毁人类的。中共领导层很久没有这么紧张了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对复杂暗淡的国际局势发出警告，贸易争端、经济增长放缓，内外处于动荡棘手，必须高度警惕，全党同仁不得怠懈，不求进取，远离人民。让他拿着刺刀走进会场的时候，就是军国主义，军国主义就是远离人民了。各地高级干部曾经被召集过去，当时大概有3000多人，谈到了有关灰犀牛跟那黑天鹅。那为期10天的人大会议，那就是15号结束啊，15号结束，被视为年度的政治高峰，习近平掌握权力的周年纪念。张立凡在描绘的时候说，事极必反，事与愿违，无论任何人登顶之后只有下坡路，那是这么回事儿。其实当我看到他就是那个军人进入会场之后，基本就完了。他完全把自己置身于一个，你可以说就像当年希特勒啊，当年一次大战、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走军人正步进入的时候，那是普鲁士王国在一次大战之前出现的军国主义的标志，他现在用上了，100年。吴强，清华大学的，贸易战，关系不确定，朝鲜核武器，印巴之间的紧张，都对习近平构成了威胁。而对党内的威，来自党内的威胁其实更绝对。全统的官僚和一人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，透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。习近平成功的把他自己个人跟党内各派势力、各个阶层、各派势力都形成了对立，这是从来没有过吧？啊，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，与各派势力都形成了绝对的冲突、绝对对立，从来没有过。以至于造成他连四中全会都不开。是李克强在开幕式上大谈改革，希望避免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，
而贸易战重创了中国经济，那去年2018年6.6%，我看过不同的评述都说实际增长数应该是负的，经济是倒退的啊。李克强在也提出来今年的经济增长更低，大概6%，但他很小心，他不让报告听上去很消极，让大家感觉很无奈。这是德国德新社报道的贸易战、国家债务。那德国专家讲说，两大因素导致了萎缩、破产、大量裁员，会引发社会动荡。这引发社会动荡说了很多年了，他也没动荡。然后共产党死也说了很多年，共产党也没死。人们的期盼、人们的判断带有很多人们的现在的思考，但人从来没有说了算过啊，人从来没有说了算过。但时间是个神，他会走入到，他会走出一个固定的生命背景下的标志。但在利益中的人，当一个完全要崩溃的环境下，在其中很多他是有，又是以利益作为先导。关键是中共把中国人洗脑之后，很大部分反共的人也在利益层面去反共，所以他的期待就是错的。反共的根儿却在共产党身上，利益而不是生命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